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梦想都不太一样。那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我觉得梦想就是跟濒死的自己聊天的时候，谈到最想做的那一件事情。那对我来说就是梦想。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在2015年在巴黎旅行的时候，然后那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体验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坐巴黎的地铁，那他们的地铁都很老旧。然后我不小心睡着，到站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车门快关上，我就冲出去，就没想到我的后背包就被车门夹住，然后我就动弹不得，车子就启动，我当下是脑袋一片空白，我不知道下一刻我会撞上月台的什么设备，所以悬空了几秒之后，我被一个陌生人踹了出去，然后我就掉到月台上，然后那是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活着是一件礼物。然后接下来生命好像是赠品，是多的。那在回去 hostel 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事情，好像在死亡的面前，一切会变得很清楚，接下来要下的每一个决定，所以也影响到我后来每次在人生迷茫的时候，我会询问看看那个最接近死亡的那个濒死的自己会怎么做。那也是那一刻，我决定要把接下来的人生活成是一件创作，然后才开启了我接下来的摄影跟创作计划。我觉得在这个被大量故事跟资讯淹没的城市里面，我想要创造一个相对静谧的空间，让观者可以进去这个空间里面，然后宁静地倾听自己。所以像我的。第一件大型装置，那个棺材装置，比较像是一个，它没有议题，但是却可以看到每个人自身的故事。那个装置是让观者进去，然后闭着眼睛去看一段实验电影，但是闭着眼睛其实可以看到的风景，都是来自于自己的人生记忆。举例来说，里面有一段是，闭着眼睛，然后你会有感觉到波光粼粼跟河水的声音，那每个人看到的那条河流的样子，记忆中的河流的样子都不一样。那是来自于他们生命的记忆。有的人可能会看到过世的小狗，然后在河边一起嬉戏的样子的记忆，或者是跟亲人、跟家人等等。我想捕捉的那个风景是在每个人的身体体内的，好像是有一个时间切片，然后只是它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我把它透过这个棺材装置把它曝光出来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棺材像是一个底片盒子，里面装载着不同的人生风景。那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种摄影，只是把风景寄放在他们的身体里面。因为原本我都是在外面租摄影棚创作，但是那种感觉很像是创作跟生活是分成两块的。我一直觉得生活跟创作应该是一体的，因为像我很多有时候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会梦到灵感，然后就会迫不及待起来，希望赶快把它实验出一个小型的成果。那种感觉很像是把灵感从睡梦中叫醒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把家的一部分，转变成小型的实验的摄影棚，让我可以，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，然后让生活跟创作接近一点。我觉得每个空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，那像是把家跟摄影棚做结合，我觉得它提供了不一样的温度。有些创作它是比较私密跟亲近，它需要摄影师、被摄者跟这个空间都达到一定程度的信任。我其实觉得空间也是需要被信任，对被摄者来说。所以，在这里我可以实验一些比较个人，然后需要深度，需要有情感的计划。像我之前有一个声音显影计划，它是透过声音把被摄者带入到某些记忆、某些时刻的记忆，然后当那个声音一开始放的时候，我就是专心的拍摄，而不做任何的动作指导，但是反而所有的沟通跟故事的了解都是在事前，所以这就是我就可以发挥到家结合摄影棚的好处，因为在家的时候，它的距离感是很近，它的信任感是比较容易建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像是朋友一样，然后聊天，把最不愿意被看到、被记录下来的事情，拿出来谈，然后在影像里面看到没不曾看过的自己。那个为什么叫声音显影计划？是因为我常常觉得声音可以立刻填充整个空气，然后带人回到某个时空。像我印象，我之前拍过一个是，他只要听到溺水的时候，
然后有一个琴键在试音的声音，他就会想起他濒死溺毙的那一段身体的经历，然后身体会开始不自觉的扭曲跟陷入一个恐惧，他很想看看他那个恐惧下的自己，因为他没有被拍过。就像有的人，摄影常常被记录最美好的时刻，可能婚礼什么毕业照，大家都说要笑，但是为什么不是哭呢？那哭的崩溃或者是不愿意看到的自己的时刻，谁去收藏那些时刻？所以我的声音显影计划是吊起那些不曾看过的自己，然后把它捕捉下来，然后唯一的观众其实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我觉得它跟空间很有关联，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把摄影棚跟家结合在一起，让它空间摄影师跟被摄者的信任达成，然后交出那个未曾见过的自己在影像里面。因为我原本以为你们是比较冰冷专业的感觉，可是后来给我的感觉，像你们会很诚实的跟我讲说哪些东西适合，哪些东西不适合，其实比较像是器材控或是很了解器材的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感觉。那我觉得那份亲近感我觉得是很好，在整个合作过程中，我觉得比较像是交到新朋友的感觉，而不是只是一个想不到词，直接拉黑，还是这一段就这样，然后就。